能讲伊甲咱一两百关系拢无，我阁有一种伊就是爸爸的感觉。这回伊刚了过节，今日是咱的结婚纪念日。结婚一周年快乐！哎，不是，这明明是看到我甲这回怎样的代志，这回。哎呦，这人就是前一个吴千科，今天干不是花哥的手下，一定是提钱要闹跑。青木社长，我会当今嘛，马上请老师来替咱做见证，就是李冬雨，才是我的家。你哪会当当进人面头前讲这种话？你把你的太太艾伦放在倒？我从来没想过要破坏什么人的婚姻，还不管你无良要放我死！高小姐，爱情有先来后到的顺序，咱才两定，你才是第三者。敢讲办会修成口粮就是？有啦，若是杨姐被抓到，高总裁就会知影杨姐的群众也一家手人，安尼就麻烦了。是大爷，你做代志啊，拢真细腻。啊，不过是安那这边啊，除了剑警以外，还佫有其他的人群众啊。敢讲我代替姚伯甲你说多声，我看你当日饭档就讲，叫伊准备袂得啦。也毋过台风云族发生危机的时阵，你赶快愿意伫背后出手斗相共。只有真正的兄弟才会安尼出头，我讲对无？这位。